小趴刚回到家，就看到这个男角色鬼鬼祟祟，拿着一束刀打我的房子。我操，他拆我家，脑袋被驴踢了呀！赶紧走，我也没给他邀请函，这小子咋来的？他妈放哈士奇抄我家！还好我发现的早，不然这房子上边全给我咬烂了。我也没得罪他呀，而且他是怎么找到我家的？走开走开！我让他走开，他还说我来玩玩主魔了。我呸！但是我想到了一个好玩的，来，我带你去个好地方。我把他带到了乙战第一渣男的家里，让他把这家给拆了。傻瓜突然有了一个想法，我要不要整一条哈士奇，没事就去拆家？你们觉得怎么样？